首先把这个拿出来，把这个小键盘拿出来，然后拔掉。拔掉之后，插上这个主板上的这个网线。插上之后的话，显示这样，这是正常的。然后长按这个，按五秒，显示它变成 L-00 之后的话，然后再调整这个旋钮，往右旋，调整到13。调整到13之后，然后按一下，这里是显示是一，显示是一的话就是英文界面，然后我把它改成0，然后再按一下，这就换成了中文界面。这个调好了，调好之后的话，把这个再放回去，放回去，这个就设置完了。然后再看复位一下。欢迎乘坐狮子。然后现在它就改成中文界面。OK，OK。